现在在策马特的那个小镇，然后呢，现在是早上大概7:40，快50了。那我们现在来看那个那个叫什么马特洪峰，它出现黄金日出，被我们逮到了，很可爱，不很可爱，是刚才那小女生很可爱，我觉得很漂亮哦。好冷，可是值得，超值得。对，你继续说，因为我现在放大可以拍到后面。好，然后呢，等一下我们就要上山了。嗯，希望天气很好，也希望我们拍到一些很美的风景。好，好，来，我们来沿路再拍回去。好，现在因为我们可以过去那边稍微拍几张，然后就开始往下冲，好不好？上面吗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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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面，在这边不用上面，好，好走走走走，可能要回往回走了呀。嗯，对，没关系，我们过来这边拍一下，我觉得听到水的声音，是不是河流？就那裡。嗯，河流哎。小河流。嗯。好。好。来这边，这个这边我拍个镜头。这一家。好啊。好，过去那家门口。来，往这边停。好，走。走。刚刚那妹妹你在照的时候，她就在你后面看，她想说看你在拍什么。可是我那时候就有点担心，她会不会拿着你的手机就跑。倒不会，我比较担心的是，她是不是要想要跟我们拿钱？真的吗？对啊。好累哦。我现在有一群朋友。对啊。好了，是不是那个目的达成？日出的目的已经有达成了，对不对？对对。你走前面一点啊。马特洪峰的。对，现在先不要弄。我去车上，你要坐好久的车上山，那时候你可以慢慢编辑。啊，看我这边，停。好，好，对，回头就可以。好，走。这边的景比较好看，是真的蛮冷的。来，我们靠右。所以呢，要不要不用穿那外套？